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录一下我的周末吃什么，好像从来没有录过一天到晚到底吃了什么东西。现在是周六的11:39，好，现在要去煮我的早餐。其实最近这几天都是阴天，对，所以要拿一个补光灯，不然真的就是家里面关灯的话呢，就是没法看了。那我要用海盐面包，另外一个是香卷头，他居然没吃早餐，就跑掉了。然后一颗水煮蛋，我要做蛋沙律，就是这是甜的沙律酱，然后这是我最爱的芝麻沙律酱。等一下喝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咖啡多里。哎，完全没起泡哎，这好像不行吧？但是我之前摩卡、卡布奇诺那些都打得挺好的，我觉得它反而把泡泡都消掉了，没事的，没事的。我的早餐呢，要配我的漫画一起吃。其实高木直子我的书都看过了，但是我只要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忘记，就每次看都像重新看一样。一个人的小方法这个系列就是讲他24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从老家去东京要当插画师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非常非常贴近生活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冬天要多喝点热水。好，现在来护肤一下。这是我的 skincare。通常白天呢我会用健康水，然后晚上呢再用 SK2 之类的保湿的精华，就用这个好了， Chanel 的擅长吗精好，假如你是干皮的话，你就还可以擦一个面霜，但是我就觉得我还好。接下来我就要擦一个防晒，我最近新入的 CPB 的这个隔离，这我想要很久了，但是就一直没买，因为我是怕我是混油肌不适合，但是我每次就是看我朋友用这个，他皮肤真的看起来非常好，然后我就觉得说想试一下，你懒得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用 CPB 的，这真的是非常有质感。它是这样子的，涂上脸，看一下，是有一点点润色效果。哦，不错哎，给你们看，这边是上了这一半。好，护肤就大概就是这样了。想起来，是一个维 C 咀嚼片。然后我们家还有那种维 C 粉，我那个粉比较酸，这个咀嚼片比较好吃。人家看到某个，现在是3点左右，然后呢，他很饿，不是我，但是呢，只要他泡了，我就会吃。猪猪，他먹어？내가다먹는거야？너그렇게배고파？아니야，그냥궁금해서내가얼마만큼먹을래？너목숨한번먹어？아그럼다이제哇，很味道，好久没吃，哇西内，哇，对哦，哦，完事了，完事了，再接一杯水来喝。刚把《一个人的小方法》第二本看，差不多看完了，
还剩一点点结局，等下回来再看。现在我要吃这个冰淇巧克力饼干，然后出去我们要去买鸡肉，今天晚上准备做安东炖鸡。续一下续，这是半只鸡。今天的材料，随便什么超市就买了一包这个安东炖鸡的酱料。其实自己做也可以，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人家里他没有韩式调料那么齐全，你就可以买一包这种酱料。然后这是红薯粉、土豆、红萝卜。好，这是鸡腿菇、洋葱、大葱、蒜、青椒，差不多就这些。鸡肉先煎一下会比较好吃。就是放青椒跟大葱，整个颜色会比较漂亮，然后味道也会提升一个层次。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做炖菜的，因为这样一锅炖也比较容易，然后吃起来也好吃。安东炖鸡完成，哇哦！然后这是配我的米饭，饭大概是跟我拳头差不多吧，就是每天晚餐的饭量都是大概拳头这样子大小。今天是因为里面有土豆，所以就其实也不用吃太多米饭。잘먹겠습니다，잘먹겠습니다。감자도있네。Yes。对啊，主要是想吃我的汤面。哦，对啊，这也是淀粉，所以说，嘿嘿。这个鸡炖的好烂哦，你看轻轻一扯就下来了。如果你是爱吃辣的人，你可以多加一点辣，它这个没有很辣，它是那种甜甜的微辣。哦，太饱了。我要泡酱。啊，刚刚吃完饭不可以泡的，晚一点才泡。为什么？可是好像趁着好像不好。我家很冷。嗨，现在是9:50，差不多10:00。我们现在准备来看，一起看一部电影。我现在要喝一个这个，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喝一个泰式绿奶茶，感觉今晚应该睡不着了。不过我应该不敢把它喝完，喝完肯定睡不着了。现在太晚了，我只是想喝一些甜甜的、热热的东西。Weekend time. Let's have some weekend time. Weekend time. 今天我们要看的电影是 Big Red Dog. OK, 大红狗。你先去记一下，我要 set 这里，你就别在这里要什么 set， 不是用这个。我要连 speaker， 然后连这个 TV， 你在这里烦我，我就不行。你来干嘛了？你出去一下嘛。在哪里找的？这儿这儿是。是全部录下了。The story of two lost souls. Good girl. Come on, we're gonna take good care of you. Come on. 马上上。